好，非常感谢杨老师的演示啊。那我们这里是诗音琴行，我们仅售有品质保障的品牌乐器，仅与30年以上历史经典品牌合作。我是周仁杰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呢，是老乔与这把个男孩的故事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，包括我身上的这些，全部都是老乔的签名款啊。我们可以看到我的最左手边这把红色的呢，它是印尼产的这把签名款，然后这两把呢，都是日产的签名款。
签名款。那最经典的最特色的呢，要是我手上这把个男孩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老乔和个男孩之间的故事。那早在1987年呢，伊班纳就与老乔合作啊，长达30年的时间推出了 N 把签名款。那其中让人最印象深刻的呢，肯定要数这把个男孩啊，因为这把琴它没事可以拿来当镜子去使用。那个男孩的设计初衷呢，是老乔想要开发一把视觉效果特别炸裂的吉他啊，就好像他的经典专辑和外星人冲浪一样啊，就是让人觉得很前卫很炸裂。那想要实现这个想法呢，是极为困难的，因为在电镀处理的过程当中会有高温，那么镀在琴体上的铬呢，容易产生变形和脱落。那伊班纳与当地的工业设计公司共同研发这个处理办法啊，那终于在技术上获得了成功啊，并且将成品呢送到了老乔的手中。那从那开始，这把琴就是老乔的一个御用琴，我们经常会在演出当中看到老乔使用到这一把 Jazz。 虽然镀铬的 Jazz 2曾经出现在1990年的伊班纳目录中啊，但因为这种漆面的不稳定性呢，那这款吉他从来没有标注过价格，也没有真正的去生产。那尽管如此，还是有几把之前生产好的 Jazz 2呢流入到了市场里，那这也是被顶级收藏家们视为珍宝的吉他。那辛苦等待10年之后呢，那些老乔的铁粉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伊班纳终于要推出一款 JS1 的10周年纪念款。那么这是继 JS2 之后呢，伊班纳第二次制造镀铬的吉他。那另外这款用来庆祝伊班纳与老乔合作长达10年啊，还是限量生产。那之后在2005年、2017年等等啊，都推出过个男孩，那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。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手上这一把 JS1 CR 的一些配置啊。那首先呢，那它的琴颈啊，采用了一个三拼的结构啊，是用了枫木和古夷苏木的一个三拼结构，那增加了它的稳定性，而且呢，古夷苏木啊，它能够提升这个琴的延音。然后呢，它是一个24拼的一个设计，那品丝的边缘呢，都采用了特殊的圆形打磨，那滚边的一个处理呢，能让它的手感更加的舒适。那么最后在电路方面呢，它采用了专门为老乔定制的拾音器，它有3档拾音器的切换啊，还有3档无线延音模式的一个选择，而且音量和音色的旋钮呢都是可以提拉的。那么音量旋钮我们把它提拉一下，它可以打开高通的滤波器，当音量调低时能保留高频，那保持这个音色的清晰度啊。那音色旋钮的提拉呢，可以打开无线的延音功能。那丰富的电路配置呢，提供了多种音色上的一个。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对这把琴的介绍啊，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。
那这里是诗音琴行，我们仅售有品质保障的品牌乐器，仅与30年以上历史经典品牌合作。我是周仁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